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王思平。黑眼圈很重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困扰，然后我也在网络上也找到一些好的 撇步 想要教给大家。第一个步骤是，它其实是一个那个腮红跟嘴巴的膏，它是红色的，但很多部落客都会用口红，其实也推荐大家如果用红色的唇膏也很适合，像这种正红色的唇膏，我觉得用这个它透出来会有点红色橘色的感觉，会让气色再更好一些，因为怕上的时候你会有点太过，所以我都会抹在手上面让它推开，就会有点万圣节的感觉，或者是王妃妆，因为其实它就是让眼下的那种棕黑色去做调和，让它比较不会这么的深，颜色看起来这么重。像这支是橘色的，然后可以搭配遮瑕做混合，然后你会比较好上色。盖上去后，它就可以把它遮住了。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在意黑眼圈的部分，有时候化妆我真的我可以素颜出门，但是黑眼圈一定要遮，我就会吓到人家，我说是哪边吸毒犯出来了。可以看到像一般遮瑕的时候下面三角也很重要，就是让它的颜色比较一致，所以我会往下遮。这边呢气色很好，这边呢晚上熬夜十几个小时看剧。如果你是单遮的话，深咖啡还会在，就那个棕色还会在，所以你要可以做一些红色调和。